今天双方所推出的先发球员有林书伟、张宗宪、蔡文成、林志伟、赛乐，这是富邦勇士的先发五虎。金九这边则是有吴敏贤、张文平、张荣轩、苏义敬还有拉莫斯，平均得分是有17分。这个进攻半虎势必会再更拉大。赛乐往前推进，球再交给林书伟，林书伟的抛投出手得分。前面是快攻机会，交给林志伟轻松扣篮，非常快。是，那现在金九换上黄宏汉，林书伟切入转身跳投出手即赢，17-8。张宗宪拉杆出手即赢，变形科技大学的选手，球交给塞勒飞身上篮出手得，球再掉给 Ramos， 这个传球漂亮，其实还蛮漂亮，但很可惜在出手的时候非常可惜没有把球送。张宗宪切入收球上篮出手得分，张荣轩球交给李俊伟外线跳投出手 bingo， 有些的节奏上没有掌控好，他在徐哲教练的希望。苏一静靠在对方身上，回给塞勒，苏一静 low pose 转移交给李佳瑞外线的三分球进，是被我战场，那今年又被金九找。远距离出手进，战绩是9-21。他们有闯进到季后赛，首轮是0-3输给了台湾啤酒。球交给塞勒，哇，到篮下去找 Ramos， 出手被挡下来，哎，分到外围去找林书伟。九，戴夫的跳投出手进，球到底线去找卢冠轩外线跳投进，他的出手的机会。哇，这个球传得漂亮，有点危险。再回给张宗宪，远距离跳投出手巨。卢冠轩后撤步选择投三分球，也怀疑是摆在一个禁区的区块，这样子一来你才会有一些篮下的牵制，那你外围。哇，挑战篮筐来做一个侧翼，那当你把球外传之后，你必须还是要试图的移动到往比较靠里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方式。球到了外围，